来看另外有在企业，就是这国际燃料的成本，即马台电是锁定用电大户有起价，中油有哪来针对着电业的用户有起这五趴的天然气价上。啊，不过中油的董事长是来表示，民生甲工业用户年底之前拢无要起，安尼中油一年对了这1800亿到2000亿。从炼油方面来补足，但是中油还是赔钱的哈。是赔很多。中油了钱一直扩大，董事长李顺谦表示，今年上半年已经了555亿，总共了钱已经负843亿，预估全年了钱恐惊超过2000亿。为反映燃料成本，7月7日一开始，电业用户起5%，预估了钱已经减少76亿。我今年天然气的亏损已经来到937亿，我的成本大概是要20.92块。目前为止，也就是说，我对电业打8折多，我对民生工业打4折在卖。李顺谦强调，天然气为100，控到年12月，到即马已经年半无起，为照顾民生，一直到9月底也暂时未起价。另外，未来是不是起民生甲工业用户，也看物价甲国际燃料计数。而且有些国际燃油计数到今年底之前，恐惊也无法度落价，烦恼山后明年恐惊面临油电上起。可能到2035年以后，禁用这个燃油的那个车子，那供给是在2021就开始减少，所以这个供过于求的情况不会发生。事实上，可能会供不应求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现货油电双涨，我想是很难避免的。为俄罗斯进口天然气，今年3月到期，差不多10%的缺口。中油表示，目前转买卡达、美国新气源来补足，无受影响。另外，转买东欧天然气来代替俄罗斯天然气的想法，中油表示，目前暂时无法度买，按个排除先甲东欧天然气个别国来计较寻求转用的可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